芝麻哥继续加吗？不要那么难搞啊。还好吧，只不过请问芝麻可以加吗？这样的这里很日式。他如果这样，如果你这样跟他讲，他一定会说你等下需要的时候我再帮你加。就算你不能加，他也一定会给你加，因为这没多少钱。那就去给他加，有什么 OK？ 给他加。你觉得你怎么又笑你爸？他说不能加就算了，我看看啊，芝麻不好吃。你要变芝麻，你要变芝麻大佬。你就是芝麻大佬。你们长头发、啊。头发比猫咪多。谢谢。坐这个位置很日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日本人不喜欢跟别人太 close。是你喜欢这个位置？我蛮喜欢这个位置。那你很平静。对啊，平静。那这个时间感觉不会听到别人声。他那个上车速度还蛮快的，其实。他位置那么少，废话。